个位置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再放到这边呢，就这个位置。再放到这边呢，就这个位置。注意我的手的转向，注意我的手的。好，放到这边的时候，手是伸直的，另一只手是弯曲的，两个手不要完全伸直。好，放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同样的啊，同样的，看主观就是下倾的啊，放到中间呢啊，还行啊。所以这三个位置很重要，三个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好，那在这个动作区上面，我们可以做左右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在左边抬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不管低的、高的啊，这是横向的转动，横向的转动啊，横向的转动，其实就是什么呢？掌心翻翻翻翻翻翻。好，两个手掌，其实就是两个手掌干嘛？翻翻翻翻。那有了之后，那其实就是翻翻翻翻。好，前后的呢一样的，前后的下压，后下面两个我会重点讲前后的。那有了这个之后，你看我们随便做几个组合，左右中翻翻还原，左右中翻翻还原，上下前